商圈竟然变成了买春的大据点，这是移民署台中专勤队在日前接获情资，表示台中北区的某商圈至少就有40间日租套房变成了买春的地点。一名主嫌找来大批年轻越南籍女子，以年轻费用低作为噱头，用网络来招揽生意，甚至是公然在商圈设办公室，全天候驻点。专案小组人员深夜出击指导营窟，用力踹门攻坚，屋内穿着青蓝的女子吓得不知所措，赶紧开门配合。另一间套房内查获一名正准备进行交易的男客。你把钱装在冰箱干嘛？你不讲，你也是好笑啊。他不见了嘞。他说他一时太害怕也忘记了。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日前接获情资，在北区某商圈40间日租套房变成营窟。调查发现，一名黄姓主嫌找来年轻越南籍女子从事性交易，向外推销年轻、费用低、还可以中文沟通，利用网络招揽生意。这个集团分工缜密，从联系、补充用品到打扫都有不同成员负责，甚至公然在商圈设办公室，还有人员全天候驻点。外籍女子来台从事性交易，容易遭到媒介色情的犯罪集团控制或者剥削。主嫌3年前看准疫情会导致日租套房亏损，用一间1天600元长期承租，相比之下成本低廉，但越南籍女子每次交易费用2800到5600元不等。主嫌为了谋取暴利，不论女子价码多少，每次交易都狠狠抽取一半佣金。警方现场查扣了11万多元的不法所得，带回10名越南籍女子，侦讯后依法将他们移送侦办。谢谢美文章台中报道。